请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各位师父、各位居士、各位大德、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到天台宗派教学观心论书第三讲，我们看到这个第四页上览的第九行，我们讲到经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名四十二智门，初云若闻阿智门，即解一切义，所谓一切法，处不生也。在这一边，智者大师举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这里呢，就是指《大品般若经》经中里面有讲到四十二智门那四十二智最初一个阿智门那阿智门呢，说初闻阿智门，即解一切义那这里就是呢这个一法通达这个一切法说所谓一切法，处不生也一切法处不生，不生即是空若不生呢那当然呢也就不灭那这一边呢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个讲的由次第入圆融所以这里呢的不生是指呢法界本体的空性不生非是这个小圣藏教也不是通教，也不是别教的空性不生这一边是指圆教呢这个法界观这个法界本体的不生经文龙树菩萨造中论是摩诃言论正义以不生等八以开论端，用一句是出不生，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这里讲龙树菩萨那龙树菩萨用这个中论来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所以若是学天台宗的人来讲这个应该要看回去呢这个大品般若经还是说呢你研究这个大智度论那你应该先看回去呢这个大品般若经因为这个大智度论是解释呢这个大品般若经的那这边中观论呢特别是在讲呢这个般若经中的空性义这个空性义那这个实相空性义呢在我们天台宗里面那我们就分为呢藏通别远的空性义都不同那基本上空性这个是属于大小圣的共般若所以呢大小圣一同都是先入空性为主那这边讲呢这个龙树菩萨造这个众论是摩诃言那论的开端呢就用这个怎么样一句是这个不生那这一边呢这个
很有名的这个四句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啊。那这一边呢，不自生啊，这个代表呢，这个常见啊，不同他生，他这个不关己啊，所以呢，亦不从他生，那不共生，共呢代表和合意啊，亦不共生，那两个加起来不生呢，那无因缘呢，那也不生。啊，这个所谓的不共生，就是自不生，他呢也不生，那自不生加上他不生，就等于是共生啊。那两个不生加起来也是不生啊。那有因缘都不生，何况无因缘？有因缘就是指呢自生和他生的共生啊。这个共生代表有因缘啊，那无因呢？啊，那有因缘都不生了，那何况说无因缘怎么会生呢？啊，是故说无生啊，所以呢，这个诸法的实相是空性无生啊。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中观论啊，他讲这个中观论呢，啊，这个八部中道啊，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中观论在讲这个八部中道。那中观论是属于三论中的这个理论，以观行的中心哈，那三论中的也是三论中的根本的这个教典啊，那是为龙树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论啊，那我们呢有时候也叫做中观论啊，此论呢是龙树菩萨所作啊。里面的文呢，最主要是在彰显呢，这个空性啊，这个中道实相的妙题。那这一边特别呢，哈，会用一个什么中道实相，用这个中道实相。平常我们呢，平常我们用的实相啊，有教理跟观行哈。在这一边呢。在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中观论呢，特别强调的是中道实相啊，他特别强调是什么中道这两个字啊。那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教典跟禅典呢不一样的地方，教典用因缘观啊，观这个众因缘所生法，如是呢来入到这个实相空性无生啊。那禅典呢，我们用般若三观啊，一样来入到这个呢实相空性无生啊。那在中观论里面呢啊，它强调的是这一个什么中道啊，这个中道啊。那这个中观论呢，在三论中里面，三论中的特性就是呢破他显自中啊，它专门用什么啊，它的特性就是破法啊，它的特性是破法啊。那我们先看中啊，中以不偏为义，离两边啊，不偏啊，不偏，那也就是呢离两边啊，那在藏教里面呢，我们是怎样啊，断常啊，就是断常呢空有二边，断常空有二边，就是断见跟常见啊，断见呢就是无因生，常见呢就是属于自生啊，那藏教离这两边空有二边，显出它的中道实相啊，那通教呢，通教若是以这边应该讲呢，是说跟理说的不一样哈，我们这一边。先来看到这个世说和理说的不同啊，这个世说的中道实相呢，中以不偏为义，离两边啊，离开两边。这个理说的时候呢，
是直接站在这个空性义来讲，它的本体来说啊，所以它是非两边相即两边啊，哎，离两边相即两边啊。那你说这边可以讲说呢，哈，它是站在这个什么实相的本体，然后向外荡除一切法啊。啊，那这两种呢是不同的。那是说可以讲呢，是从外面事项上从外面讲进去，啊，哎，那这个理说呢是从里面讲出来，啊，所以呢，啊，这个一个进一个出，啊，它的立场不同，哎，那我们先来讲藏教呢，哎，藏教呢，哈，依现象界事项说来讲。啊，哎，它的中道实相呢？啊，这个离两边就是离开生死边，啊，不是离开空有断常二边，啊，空有二见呢，就是断常二见，啊，哎，那以此呢，离此两边来显现出这个什么？这个中道实相，啊，来显现出它的中道实相，那是藏教。通教呢？啊。通教理说啊，依本体来讲，依本体来讲，由内向外啊，荡除一切法。所以呢，非两边相即两边，说这个无声啊，说这个空性啊，哎，非空非有。这个空呢，这一边藏通都是指呢，一指小圣，一指小圣啊。哎，所以小圣的空呢，是指什么？断昧啊，外道的断昧啊，非断昧的空啊，也非怎样啊，常见的有啊，它只是一个怎么样啊？哎，无声啊，哎，只是一个无声啊，所以呢，它这个非空非有啊，哎，相即两边，只有一个什么空有皆无声。啊，哎，那别教呢？别教进入别远，进入到什么？哎，这边进入到大圣说，哎，大圣说，那藏通二教前面是属于呢，啊，这个从假入空观。那别教这一边最主要在讲这个什么？从空入假观。从空入假观最主要在讲呢，菩萨断生死，证涅槃，不住涅槃，还入三界，利益众生，啊，那这一种一体起用论呢，啊，那这一边有一个怎么样啊？生死边，有一个涅槃边，它的用是怎么来呢？也就是它的实相，啊，它的实相，它的实相是什么？这个菩萨生死已断，所以呢，离开生死边，啊，正空不住空，啊，入三界利益众生，所以他要离开涅槃边，啊，他的实相，哎，就是离开生死跟涅槃，啊，来讲他的空性的用，啊，这也是呢，从空入假观别教啊，所以别教呢，我们讲非空。这个别教是什么？离开生死边，离开涅槃边，别显义清净的法界，啊，哎，啊，那这个法界呢，不是指这个什么？不是指这个法界观的法界哈，实者就指空性哈，它的实相体，啊，哎，那这边是指假观。原教呢，这个理说啊，相啊，这个什么？这个非两边，而且又怎么样相即两边啊，哎，那这个原教相即两边再讲怎么样啊，生死即涅槃，法界性的自体用啊，它的本体是怎样，非生死非涅槃啊，同时呢生死即涅槃又显出它的什么，它的用，它的用啊，哎，这个非生死非涅槃，离两边显它本体，生死即涅槃显出它的什么用，哎，
那若是套进去通教来讲呢，这个非空非有，非空非有就显出它的怎样啊，它的本体，它本体的空，那空有相即呢，空有相即，这个时候呢又显现出它的怎样啊，这个空啊也非断灭啊，因缘和合，它呢又会怎样现起啊，所以呢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空这个什么，这个空色相即啊，那这一边呢是它的中道实相啊，我们顺便讲释教的中道实相。那我们看回来中观论啊，这一边的中道实相啊，这边的八部啊，在中观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最主要彰显呢这个空性实相的妙体啊，那这样呢般若经中啊这一种这个不生不灭归纳作为呢八部一颂啊，那在中观论里面呢所篇讲这个不生亦不灭啊，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人说是因缘，善灭诸希论，我即所礼佛，诸说中第一。所有的说法呢他讲此乃第一之说，有没有呢还胜过他呢这个可以讲呢这个古无来经啊，没有人有办法再超出了那能说的是因缘，那要看到这边能说的是因缘，因缘就是我们时常在讲的观众因缘所生法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界一切都是怎么样啊，众因缘所生而来所生而来那除了众因缘所生而来还有没有其他说法呢？说没有了，没有了，善灭诸希论，剩下所说的都是怎样？不真，都是不真的，希论叫开玩笑，也就是说呢，除了因缘法，它荡除一切怎么样啊？这个邪说，用众因缘所生法荡除一切邪说，说诸法的实相本来就是什么？空性无生。这里八部中道呢这里最主要在显现出什么呢这里在彰显实相空性亦无生这个八部中道我们讲过大小圣共般若就是同入空性无生所以呢首先入空性无生是大小圣之所共说那这一边实相空性无生意，既然没有生，那也没有生，那有没有灭呢？没有生就没有灭嘛。那没有生没有灭，诸法本来是无生，无生就像什么虚空，本来是空无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你，也有我？也有这个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呢，这一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说这一些东西啊，原来是怎样啊，众因缘所生，众因缘所生，既然是众因缘所生，那这个真不真呢？这个就不真了。那这个呢，众因缘所生法呢他讲的呢，能说是因缘，龙树菩萨讲，能够说的呢，只是什么因缘法而已啊。好，那我们讲众因缘所生法，此法是什么呀？是不真的，是不真，是什么假有？是假有幻化的，是假有幻化。那真实相是什么？空性无生，它的本体呢是不动的，只不过因缘和合它现起
现起就怎么？有没有生？有生吗？我们看到现象界有生，对不对啊？有生就有什么？就有灭吗？对，对不对？这是对什么呀？现象界的事相说。那我们看到呢，众因缘所生法，这个法一生起来的时候会有生，对不对？因缘和合就有生，对不对？有生呢，然后就有灭，所以这个生灭呢，是指什么？现象界的事相说。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属于现象界的事相说，啊，哎，但是呢，在这个生灭啊变动的当中，说有一个不生灭的，就是它的什么本体是不动的，它的本体呢空性无生，它是不动的，哎，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事相都是属于假有不真，啊，真实相是空性无生，哎，既然无生，所以就也就什么没有灭。啊，无生也就没有灭，好，哎，那所以呢，他诸法，他依这个什么本体来讲，依这个本体来讲，本体有没有生？不生。既然本体不来生，那有没有灭？那就没有灭。那现在要分开来讲，这里是依理说，你所看到的现象界生了没有？你所看到的现象界生了没有？有，生了，心里也在。那我们先看到诸法的真实相是空性无生，对不对？对，这个是它的什么？是它的体，哎，它的体也就是它的理，它是什么？无生啊，它无生啊。那我们讲呢，既然没有来生，哎，那有没有灭？就没有灭，好，这是依它的本体来讲。现在呢，说这个体呢，这个体啊，含一切法。这个体虽然是空无生，但是它含有一切法，啊，哎，那持法呢，含一切法，那持法。因缘和合，众因缘和合，众因缘和合有没有生？有，啊，有。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法是生了没？生啊，生了没？生了吗？你现在看到的吗？生了才看到。你看到的现在就生了吗？对不对？好，那如是一推，包括我们人。本来有没有这个我？没有，没有嘛。那我透过因缘和合生了没？生了，生了，哎，生了。那有来生呢？就会有灭，就会有灭。好，所以生灭呢？这里生灭就是指什么？现象界，现象界。好，哎，现象界它有生灭，那它的本体呢？但它的本体有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它的本体是不动的，是不动的，啊，哎，啊，那所以呢，本体它是吧，不生，它怎么样啊？也没有灭，啊，不生也不灭，哎，那说呢，不长，亦不断，长是永恒，哎，那这里呢，开始讲到什么？这四相说。四相是不是呢？长永恒的，哎，若是长永恒，那灭不灭啊？那就不灭嘛。但是人一生了以后不会死，会死嘛，所以它就不长咯，对不对呀？啊，哦，哎，长，哎，那长相对的断，哎，它也不是怎么样啊？断灭，断灭以后还有没有？就没有了嘛，它。所以它的这个空性无生，它也非断灭，啊，那生起来事相呢，啊，这个是有生灭，啊，哎，那不依亦不异，啊，这个呢事跟理它不是一，但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义，离色无空，离空呢，那也没有色，啊，哎，所以呢，它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哎，这个来去呢，哎，这个跟前面这个生灭是一样的，来去的时间，啊，哎，它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时间，啊，没有过去，也没有什么，啊，这个未来，啊。过去未来都没有了，何况说哪有现在呢？啊，哎，那所说的只是一个什么因缘而已啊！啊，因缘所生，真实相是空性无生啊！哎，那所以生灭断常，一一来去，它泯除一切妄见啊！妄见就是什么不真，不真的见解。啊，不真的见解，泯除一切法。啊，哎，啊，那这里呢，最主要在呢，这个荡除所谓的无因、邪因、断常啊等诸见。啊，哎，这个很有名的哈，哎，这个八部中道啊，还有呢，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说无生啊，这个四句啊，这四句呢，在这个禅宗里面也很有名。我们讲离四句绝百非啊，就是在讲诸法不自生啊，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啊，但是这个呢？只适合在于呢，哈，这个中观论，中观般若这一部分所说，啊，此说法呢，不适合在唯识如来藏系里面讲，啊，为什么呢？你看这里呢，哈，这里有没有立一个法？没有。这里不立一个法，哈，这里直接说明。这个实相空性无生，由空性无生来讲现象界这个众因缘所生法而已，他没有立一个法，啊，但是呢，在唯识如来藏里面，他立有一个什么？万法唯心，能不能？实有如来藏，他立有一个心事。哎，说一切都是假，唯有心是真，哎，但是呢，一切法都是假，唯有心是真，哎，但是此心实则呢，也是一个什么方便说，所以他立有一个真实心，啊，那实则呢，这个真实心跟法义的这个心呢，到底一不一样呢？有时候它有一个灰色地带，很容易混淆，很容易混淆啊！哎，所以若是有一个真实心的话呢，哎，真实那就变成有了，哎，那既然真不是假，那要落入到常见，落入到自身啊这个问题啊啊！所以呢，若是用这种中观论的方式来说这个唯识如来藏。这个唯识如来藏呢，它就会落入到这个常见自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属于中观般若的讲法，不可以来讲什么唯识如来藏，啊，你用这个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无因呢，哎，来讲唯识中这个哇，这个它的问题就大了。哎，他不晓得该怎么说了，他没办法讲，懂不懂？哦，所以呢，这个只属于中观般若系啊，这个系统来讲，唯识如来藏系呢，哈，哎，这个不适合。所以唯识如来藏呢，我们称为有中，啊，中观般若呢，我们称为空中，啊，当中唯识如来藏就立有一个本体。啊，那中观般若呢？它是不立本体，
不立本体，啊，哎，那所以在这个佛教大乘佛教里面呢，为什么一路以来呢，也是以中观般若系啊为主要的啊这个派别，啊，我们休息一下呢，再来讲到下面的36问。我们继续看这经文，今但曰观出自身一句，起36问，那下面呢，就用这个什么呢？诸法不自生，啊，是一句呢，啊，那来发起36问，啊，那若于观心能答此问，无自爱者，当知此行人六种集中入观行集，五品弟子中即是入处随喜位，故法华经云乃至文一句通达无量意，次第如法说月是月至岁也。经文讲若于观心能答此问，啊，无自爱者，当知此行人六种集中入观行集，啊，那五品弟子中呢，即是入处随喜位，六集，在我们藏通别院释教里面，啊，到了原教一定要讲到六集，啊，若是前三教不讲六集，那没有关系。到了原教呢，就可以讲六集，啊，那六集理集，这边是讲呢天然之理，啊，那也就是指呢，持法界，啊，这个之理呢，啊，非诸佛所作，亦非呢人天所造，啊，那明智集，明智集就是透过呢语言文字啊，对呢理的了解啊。我们呢由语言文字来了解呢前面啊所说的这个理，这个实相理啊，第三个观行集，啊，观行集呢，若是在于我们的位阶，就是属于外凡位，啊，相似集是属于内凡，分正集是圣位，究竟集，啊，那这一边观行集，啊，是属于五品弟子位，又叫做五品弟子位，啊，那相似集呢，相似集这一边呢是属于是信位，相似集呢是指是信位啊，那分正集呢啊是指实住、实行、实会相、实地等觉位啊，那究竟集是属于妙觉位啊，他讲啊，若是能够于此呢，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无因生啊，能够呢，答此问而通畅无自疑无自爱的话呢，啊，那这一种人即入怎样啊，观行集啊，就是观行集，那观行集这一边是属于外凡位啊，外凡，那也就是呢我们讲的五品弟子位，智者大师在十信位之前加开了一个什么五品弟子位啊，五品弟子位，初随喜品，二读诵，三说法，四兼行六度，五正行六度啊。此呢，五品弟子位，实则也通这个什么实信位啊，皆有啊。那说呢，若是能够对此一句啊，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无因。啊，是故知无生，此一句呢，能够呢，这个问答呢，哈，无碍的话，啊，
这个样子，此行人入观行集啊。那随喜品，五品弟子为了出随喜品啊，随喜啊，这个随喜呢，就信佛所说啊，信佛所说啊，内心不疑啊，那这里呢，这个随出随喜的功德啊，应该是不止出随喜品呢、啊。因为依照我们来讲，这个随佛所说信顺不疑，不疑之后还要怎样啊？信信还要什么？读诵，读诵呢？助开理观，来了解这个什么法义，能了解法义以后，才能够呢说法啊，才能够说法啊。那此人呢？此人能够呢对于啊上面所说的。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啊，若是能够呢问答无碍的话呢，哎，那此人是不是只有在随喜品呢？啊，他能够通达无碍吗？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不但是信，而且呢，对这个理了不了解呢？易了解。啊，所以说是以五品弟子位来讲，哎，应该不止在出随喜品，啊，应该多到哪里啊？哎，可以到什么说法的，啊，都可以到说法，啊，哎，啊，那这边讲呢，哈，哎，这个《法华经》云，乃至闻一句，通达无量义，次第如法说，越是越智遂，啊。这个乃至闻一句通达无量义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边？哎，啊，不但知一法，而且有一法也能够怎样啊？通达一切法，有没有？啊，哎，那我们在讲呢，哎，说声闻呢，能知一法，不能知无量法；菩萨能知一法，亦能知无量法。无量法不能够入一法，啊，哎，那佛呢？佛圣能够知一法，亦能知无量法，无量法能入一法，啊，一法曰空法界，啊，那这一边呢？闻一句通达无量义，次第如法说，啊，哎，次第，那《法华经》讲一佛圣，一佛圣之理。啊，哎，《般若经》呢，最主要是讲次第三观，次第三观的目的呢，最主要是入到圆融观啊。所以呢，次第这一边代表呢，是属于什么见教啊？见教表现在时间和空间啊，各个不同的格力。次第最主要入到什么圆融啊？所以这边要入到什么呢？啊，这个圆顿啊，顿教。啊，哎，变成一时，哎，啊，所以呢，非时间，非空间，一时显现，啊，哎，所以这边讲次第如法说，越是越智遂，啊，那这一边呢，啊，是指入法界，悟入法界，行者的功德，能够闻一句通达无量义，啊，而且能够怎样啊？次第分别说，次第分别说的目的呢，是在什么？彰显圆教佛圣的功德啊！大圣一定要透过次第说，次第说你才能够表现出啊，这个佛的功德啊！所以讲越是越智遂，哇，他能够怎样说法怎样无碍，所以能够呢穷穷无尽，所以能够呢说法一越。乃至四月，乃至怎么样？整年，哎，啊，那这个呢是不可思议之功德，表现出不思议法，啊，那续分呢，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啊，这里呢，啊，这个观心论的续分就到这里，以下面呢，啊，就是属于正中分，啊，下面开始呢属于正中分，啊。下面我们将开始进入到正中分啊，正中分里面呢，我们总共呢，
有这个所谓的三十六问啊。那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问啊，哎，这个问观自性心，云何事不生？离系论直真，心境如虚空啊。这边一开头都是什么？哎，问观自性心啊，哎，首先呢，我们先来讲这个什么心啊，哎，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说心生一切法啊，哎，那万法唯心所现，所以呢。心是一切万法的根本啊。那法呢有无量无边，哎，既然无量无边就难以知晓，哎，但是呢此万法的同源都来自一个心啊，所以呢在止观里面呢也讲，若是止于色，色无量无边啊，心则散乱，若是止于心呢，心就只有一个，容易入定啊，所以到最后都是什么观心啊，哎，所以呢，我们若是能够呢洞悉心，那就等于是洞悉一切法啊，哎，那这个心，哎，那我们要看这个心到底是怎么来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到呢，哈，啊，心的由来，啊，心到底是怎么来呢？心也是一个怎么样啊？强名安利，强名安利，啊，既然是假设安利，那此法呢，就是一个什么名字，就是名字，啊，哎，那这个心是怎么来呢？一样。我们是透过什么样啊？因缘法啊，观因缘法而来啊，观众因缘所生法啊，那也就是呢，根尘合合啊，是其生心啊，哎，所以呢，这个心是有什么样啊？根尘合合而来的啊，哎，那此心呢，这样子有没有？啊，就变成是由了，由此心，哎，那此心呢？哎，那此心是因缘合合而来，那这个是属于世间心还是出世间心呢？那它就是变成是一个什么？哎，此心就变成是什么？哎，世间心。啊，此心就变成是世间心，根尘合合而来的嘛，对不对？啊，哎，哎，那既然是因缘合合而来，持有就变成是什么假有，哎，假名安利之有啊，只是一个名字啊。那心的真实相呢？哎，那就变成是空性无声啊，空性无声呢，这个就变成是什么呀？哎，真实心。那就变成是什么出世间的什么真实心啊，出世间真实心啊，哎，这个这是心啊，哎，那所以呢，我们讲呢哈，心生一切法，实则心生一切法，那就是套入呢这个真实相来讲，那就变成空性生出一切法，对不对啊？空性啊，我们讲过呢哈，性含一切法，
含是盈嘛，对不对？啊，含有一切法，那里面这个一切法为因，众因和合就现起来，啊，就现起来这个世间了，这个现起来这个世间，啊，哎，所以心生一切法，哎，那实者就是什么？空生一切法，哎，空生一切法，生了以后又灭了，哎，又回归到怎么样啊？空无生，啊，又回归到空无生，啊，哎，回归到空无生以后呢，哎，这个众因缘和合，它又怎样现起来，又生了，有生有灭，灭又回到什么空无生，啊啊，所以一切法终归即灭，啊，终归即灭啊，这个空无生是它的真实相，啊。啊，那由这个心的作用呢，啊，这个缘起，啊，这个空性的缘起啊，也就是心的缘起呢，哎，那在这个注经里面呢，哈，啊，就有多种不同，啊，这个我给它回归一下哈，哎，在注经的缘起里面呢，哈，哎。我们加以给它分别呢，哈，可能有这几种缘起，啊，首先我们讲到的窝含，窝含我们讲到什么业感缘起，它用业，啊，来讲，说我们呢，啊，之所以这个受这个生死轮回，啊，受这个生死轮回，因为我们造作有为的善恶业，啊，哎。那造善业，就生三善道；造恶业呢，就下三恶道。啊，那所以我们生死轮回啊，是属于什么业力所感召啊？那这个业力呢？那我们时常在讲业，还是这个什么业障？那这个业力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啊？说若是真的有的话呢，我说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容纳不下一个人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与善业，这个容纳不下。啊，哎，那业呢？那业是聚集在哪里呢？啊，善业我们感到快乐，恶业呢感到痛苦。哎，那这个。善业跟恶业到底寄居在哪里呢？哦，原来寄居在什么？就是心啊，就是心啊。所以呢，我们讲的业，实则呢，哈，这是属于我们的心啊。哎，那心能够什么生善，心能够什么造恶啊，都是什么由心而来的。哦，所以这边阿含在讲什么业感缘起，啊，那实者这个业呢，啊，就是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这个心，啊，再来到了这个唯识中里面，它叫做什么赖耶缘起，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实者就是指这个心，啊，心有什么染净，啊，一切种子，啊，所以它用什么赖耶缘起，啊，这个唯识。啊，在经典里面讲，那如来藏的经典呢？如来藏的经典啊，这时候讲到界外啊，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客尘所染啊，他讲这个如来藏缘起啊，如来藏缘起的一个什么一体起用论，一体起用论啊，这边专门讲什么菩萨圣啊，哎，这边就是套我们这个天台宗。啊，这个所讲的就等于是别教，这等于是别教啊。般若三观里面就是等于呢，这个从空入假观所说啊，从空入假观所说啊，哎啊，那这个如来藏，实则如来藏就是什么？就是指心。从这个赖耶阿赖耶就是指这个心啊，心是所居。啊，这个阿赖耶呢，又叫做什么？四藏
又叫做什么业障啊，它包含一切我们所做的种种的善恶业啊。那唯识呢，在唯识学里面啊，那阿赖耶既有染净啊，那若是呢转世成智，转世成智的时候，这个时候完全清净，就变为完全清净了。清净以后呢，这个事呢啊，我们就叫做什么，哎，如来藏，就如来藏啊，如来藏是完全是代表完全清净的啊。那去染究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讲断见思证得空性，哎，证得空性啊。哎，那如来藏依体起用论，依如来藏起用入三界化导众生，哎，那这个就是依体起用论，依如来藏起用啊。那实则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指什么呢？哎，就是指我们的心，哎，也就是心啊，这个如来藏，哎，跟这个什么阿赖耶，阿赖耶也是指我们的什么心嘛，啊，也指我们的心嘛，啊，哎，啊，所以呢，阿赖耶讲到界内，讲到界内，哎，如何转世成智，啊，就是去然究竟，啊，这个是他的终极说法，啊，转净了就变成第九世，啊，这个。啊，这个叫做阿摩罗世，啊，第九世，那我们又叫做如来藏世，啊，那一体起用，啊，在这边讲菩萨行，啊，那这个法界缘起体用相即论，啊，那唯识如来藏系再往上呢，啊，就是推到这个什么，这个花严中，啊，花严中讲这个什么法界缘起。啊，那法界缘起就是体用相即论啊，体用相即论啊，哎，啊，那呢，这个是属于唯识如来藏系。那中观般若系呢？中观般若系，我们透过这个什么三观来讲，三观来讲，从假入空观啊，我们这一边呢一样啊，这一边是属于。我们界内界外来说，啊，前面呢唯识如来藏呢，我们也是可以标的界内界外跟法界，啊，那中观般若经里面呢，哈，啊，它这一边，啊，界内从假入空观，啊，当中的虚空观，虚空观我们这边缘起就应该讲说什么缘起呢？性空无生假有的缘起。啊，哎，啊，我们给他啊做这一个假有性空啊，这个无生的缘起。那体空观呢？体空观是空性无生幻有的缘起。啊，一个事说，一个理说，啊，那界外从空入假观，啊，从空入假观这一边呢，用的是什么样啊？哎，离用论。啊，这一边是空性无生的用熟地的缘起，啊，这边是熟地的缘起，哎，无量法嘛，对不对？啊，从空入假观，哎，这个熟地的缘起，那，哎，那那这个法界中道第一观是体用相即论，这一边用的体。这个空性体用一如，空性的体用一如哈，哎哎，然后中道实相的缘起，啊，啊，那我们透过呢，这个实相论，还有实相论里面的怎么样的体用论啊，来加以呢哈，做这个说明。啊，那这个样子，我们对于法义的厘清，可能，这个更加容易的了解啊，它的整个的开展，啊，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我们呢，对于呢，这个心的真实相，那也就是呢，空性无生的示意啊。跟着下面我们讲的，云何事不生？离系论直真，心境如虚空。这边讲到事不生啊，诸法不自生啊，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是故知无生。首先我们讲诸法不自生，若是自生的话呢，那就变成是属于单因生。若是自己会生的话呢，那这样子呢，他就不需要怎样啊，众因来生。众因代表什么？众因和合来生，自己若非生的话呢，那就不是呢众因所生了，那若是自己会生的话呢，那会不会一直生下去？那就会生下去的，那就会落入到什么常见，就落入到常见。既然常见呢，就什么永恒不灭，永恒不灭。但是世间上有没有东西永恒不灭呢？说没有，说没有永恒不灭的，有生就一定会有灭啊。而且诸法都是什么呀？众因和合来生啊，没有自生啊，所以自己会不会生？自己是怎样啊？不生啊，自己不会生啊，亦不从他生。亦不从他生，这边我们先讲，前面我们讲，这个根尘和合生起四心，对不对？好，自身好，根代表怎么样啊？自尘呢，就代表外在是什么？他，说自己能不能生心？自己会不会生心？那我们不是讲吗？根尘和合，对不对？升起这个四心，对不对呀？那现在呢？简则这个根代表我们自己本身，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样啊？我们有六根嘛，对不对？内六根，我们外呢六尘是外在，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自己检择内六根会不会生心？说不会。我们先讲这个心是怎么来，根尘和合而来嘛，对不对呀？根尘和合而来，众因缘所生法。这个心是属于世间心还是出世间心？世间心。对，这个就变成它是属于世间心。根尘和合升起的世间心，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对，现在讲的是出世间，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出世间的心。世间的心是因缘和合啊，这因缘和合，所以此心是怎样啊？是假有，是假有，不真。那现在我们要讲说这个什么出世间心啊，也叫世间心的真实相啊。那此心，这个此心呢，说到底是怎么来呢？说这个内六根能不能生心呢？内六根能不能生心？不能生心嘛，因为我们已经检择了吗？根尘和合才生心的吗？对不对？好，现在检查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六尘境，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生心？不能，心不能升起作用，所以呢，根它不自生，好，那外六尘有没有心？
若是有心的话，哎，那是心在外面嘛，对不对？此心是属于他还是己？是属于他嘛，对不对？既然是他，关不关你事啊？这个不关你事嘛，是他心不是你的心嘛，对不对？啊，哎，啊，哎，所以呢，若是他有心是什么呀？是他心不是我心，啊，哎，但是我们看呢，他这个尘，尘能不能生心？尘无心，哎，尘也无心，对不对？啊，尘也不能生心，啊，所以呢，尘它也怎样啊？不生心，啊，所以呢，诸法不自生，亦不怎样，从他生，啊，也不从他而来，不共不无因，不共，共就是怎样，共生，啊。共生代表怎样啊？众因缘和合，这叫共生。啊，众因和合叫共嘛，对不对？啊，共生就是什么？根尘和合。那根尘和合能不能生心呢？可不可以？哎，根尘和合可不可以生心？若是可以的话，那此心是真心还是假心？对，生起来是假心吗？为什么是假心？为什么是假心？乃至因缘和合都不能生。中观论是很厉害的，哎，一般呢，我们顿根性的人只能够讲众因缘所生，那个是属于什么？顿根人在讲的。这个中观论它很厉害，这个中观论你会了，几乎什么佛法里面所讲你都会了。这边在讲，这个诸法既然自不生。他也不生，两个不会生，加起来，啊，会不会生？那也不会生嘛，对不对啊？那共生是不是众因缘所生？对不对？对呀，众因缘所生能不能生？啊，你看你傻瓜。说啊。东边的沙有没有油？哎，这个沙尘含不含油？没有。哎，这不还要想这么久吗？就没有吗？没有油啦。对嘛，这个沙尘没有油嘛，对不对啊？东边这一堆沙尘没有油，西边这一堆沙尘也没有油，两堆给它合起来一起炸，有没有油？还是没有油嘛，啊，对不对呀？哎，这个能不能听得懂？可以哈，好。那现在呢？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这个根不能生心，尘也不能生心，两个不能生心，合合在一起，有没有心？什么是应该是没有呢？本来就没有嘛，是不是？对不对呀？那这个根尘合合，这个是不是叫做共生？对不对呀？啊，这个叫共生嘛。哦，所以呢，这里共生能不能生？共生也不能生，哎，那前面我们讲说众因缘所生，众因缘所生这个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对，这个是属于世间，你要搞得懂，这个是世间。啊，众因缘所生法生出来的是属于什么？世间。
世间是假有不真嘛，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出世间嘛，这个真实相嘛，对不对呀？所以呢，一般人都将世间跟出世间都搞混了，你懂不懂？众因缘所生法是在讲世间，这个世间法是在破什么呢？在破这个凡夫跟这个外道的邪说，不正确的知见。外道这个凡夫认为世间本来就是实有这个东西。外道说怎样啊？这个无因生，大梵天生，说这个，那我们佛法破除凡夫外道，用众因缘所生法来讲，但是众因缘所生法呢，这个因缘所生，这个是属于世间，那世间是生灭，不真。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出世间，出世间我们检择这个法，既然是众因缘所生，对不对呀？众因至少要几个？两个以上。至少两个吗？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检择根尘合合，升起这个四心来讲，说这个心到底是从哪里来，有没有这个心啊？这个呢，说六根，我们内六根能不能生，有没有心？没有心嘛，不能生心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不自生。那外六尘能不能生心？说也不能生心。若生是外面生，对不对啊？是他心嘛，这个他心就不关己心的事嘛，对不对啊？那呢，根不自生，尘不他生，两个都不会生，加在一起，那有没有生？那还是没有生吗？对不对呀？所以呢，此心的真实心是怎么样啊？是无生。此心无生，本来就没有。那共生就是怎么样啊？有因缘，那根尘合合生心，对不对啊？我们讲因缘合合，对不对啊？因缘合合都不生啦，对不对？这个根尘合合都不生啦，对不对？那何况说没有因缘，没有因缘会不会生？更不会生啦。有因缘都不生啦，对不对？何况说怎样无因缘，这样子说起来的话，世间是什么？虚妄的，虚妄的。这个世间的真实体呢，真实的本体是空性无声。这一个无声有没有动？没有动，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它都没有动。所以中观论呢，这个四句料简相当厉害，它相当厉害。你知道这个说法了你可以去破除一切法，一切法没有超过这个啊。所以这个经文讲云何事不生，离细论真执，心境如虚空。离细论真执就是呢，不正确的自见，用事不生来检责，如是当除一切法，入到空性无生，心境如虚空。那这一个呢，就是第一个问，用事不生去当除一切法，
那也可以讲呢，啊，这一句话是总说，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呢，哈，讲到第二问，啊，我们继续看到36问的第二问，经文问观自生心，云何是魔行？业烦恼所系，三界火宅烧。那第三问，问观自身心，云何是外道？诸见烦恼业，流转于六道。这里有一个呢，这个魔行与外道啊，我们实际上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呢，实则天魔的前身啊，就是指外道啊。那我们先讲说外道，外道，所谓的外道呢，这个道就是指什么？解脱道啊，那外道实则就是非解脱道。那为什么不能够解脱呢？知见有问题啊，所以此见啊，见呢？这个外道着见就是离啊，就是离不正确啊，着见啊，那这个离呢啊，这个最难改的啊，最难改变啊，这个属于一个思想问题。人家说呢哈，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个人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知见呢，很困难。要让他放弃以前，不正确所学的，很难，很难，啊，连我们呢，哈，啊，这个学习里面的人呢，也都是这个样子，很困难，啊，那外道着见，见就是离，天魔着爱，哈，那天魔的前身就是属于外道，那这个着爱，这个爱呢，爱。爱这边顾名思义就是属于私货啊，就是属于私货啊。那这个爱是爱什么呢？这边是指禅定啊，这边是指禅定哈，因为外道认为这个飞翔飞飞想天是他们的涅槃境界啊，所以呢，他们爱找这个禅定之乐。爱导禅定之乐，所以这个着爱，那着见着爱呢，都非解脱，所以这里我们看着文，第二个问，问观自身心，云何是魔行？什么是魔行呢？那魔这里是指天魔，是指天魔，跟这个鬼不一样，鬼就是指什么呀？鬼造作一切恶业，修不修道？那不修道嘛？修道指什么？修道需要什么？他如何变天魔？刚才我们讲了，他需要禅定。修道者一定要练禅定，那因为天魔啊，他的前身就是外道。那知见不正确，以非想天修这个非想定，修非想定生非想天为涅槃境界，所以呢，云何是魔行？业烦恼所系，三界火宅烧，业烦恼啊，我们讲说这个业烦恼呢，哈。业烦恼呢，实则就是等于什么？我们的宿习的，我们的宿习，什么叫宿习呢？可以讲说自然的动作的，自然的动作，这个自然的动作就有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这个跟无功用呢，无功用行是一样的道理，无功用行也是一种什么宿习？只不过一个是怎样远离烦恼，一个呢，是看什么都要，
哪这一种呢？业烦恼所系，魔行就是什么？业烦恼所系啊，那就宿习啦，也离不开怎样啊？贪嗔痴啊，这个烦恼，三界火宅烧啊，这一边用火宅啊，大圣呢啊，在《法华经》里面用火宅啊，在《阿含经》里面呢啊，就用牢狱啊，所以它的比喻不一样哈，那第三问，问观自生心，云何是外道啊？那前面魔行呢，表失惑，表失惑，这个外道呢，表见惑啊，说诸见烦恼业流转于六道，这个前面呢，啊，因为有烦恼，烦恼人不自在，所以呢，啊，就像火烧一样啊。这个见惑是属于理，理不正确，所以呢，所行即偏，啊，所以让我们在六道生死流转，不得出离，啊，前面先讲失惑，后面讲见惑，啊，跟着我们看第四问，啊，经文问观自胜心，云何是三圣？着度断见思，出三界火宅。这一边有讲到云何是三圣啊？三圣这边指声闻、缘觉、菩萨啊。但是这里的菩萨圣呢，是属于阿含的菩萨。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菩萨行的时候呢，这个经中呢，哈。他不会讲说现在是到底是小圣的菩萨，还是属于大圣的菩萨？大圣的菩萨到底是全教的菩萨，还是十教的菩萨呢？这个里面他不会讲。那不会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呢，哈，会将这个经文呢，这个解读会错误的嘛？啊，这一边的三圣呢？啊的菩萨圣是属于阿含里面的菩萨圣，啊，那也就是小圣中的大圣，啊，那此菩萨是流惑论生不断惑的，啊，经文讲着度断见思，出三界火宅，那，啊，三藏阿含，阿含教的三圣行人，着度断见思，着度。就代表呢，啊，是属于虚空观、坏色空，啊，称为着度，啊，断了见思惑，啊，断见思，证得性空无生，不受后有，啊，所以出三界火宅，啊，就代表断离生死轮回，啊，啊，第五问经文。问观自生心，云何是巧度？三圣不断劫，得入二涅槃。啊，这里讲云何是巧度啊？相对前面藏教阿含的着度来讲啊，所以这里是通教方等的巧度体空观啊，体空观又称为。不坏色空，又称为即色空，啊，是巧度三圣不断劫得入二涅槃。说三圣不断劫，这个烦恼的断除呢，大小圣的说法不同啊，小圣呢，啊，有烦恼可断。啊，这个烦恼还是真实的，有真实的烦恼可断，啊，称为断烦恼。那有涅槃可证，哎，那这个小圣呢？我们要先看小圣是对谁讲呢？啊，对，小圣这里呢是指怎么样啊？指这个凡夫的三圣行人来讲。
凡夫的三圣行者，我们加一个凡夫的，这个可能比较贴切一点，啊，就代表行人烦恼断了没？还没有，还没有。若是呢已证得阿罗汉，他还会不会认为有个烦恼可断？就不会认为有个烦恼可断了，圣人就不会的。那对我们凡夫来讲，必须要有一个什么目标啊？所以要有一个生死界，有一个涅槃界啊。那这个小圣最主要是要怎么样啊？破除世间啊，证入到出世间啊。那换句话说，这里就是对凡夫而言。那凡夫我们有没有烦恼？有嘛，所以我们会痛苦嘛，对不对？有烦恼啊，所以呢，小圣这边有烦恼可断，断的烦恼称为什么？断烦恼啊，那断的烦恼就证得涅槃。那大圣呢？大圣直接进入依理来说，立根性的行人依理来说啊，诸法的真实相是无生。啊，是空性无生，啊，那无生里面有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嘛？有没有涅槃？也没有涅槃嘛？只有什么？只有无生，啊，只有无生的空性啊。所以呢，这个烦恼本空，所以呢，以烦恼不生为断烦恼，啊，大圣的行者以烦恼不生为断烦恼，啊。那烦恼不生，那代表有没有烦恼？没有嘛，对不对？烦恼不生为断烦恼，跟前面藏教讲的断烦恼啊，这个不一样哈。所以呢，小圣有烦恼可断，大圣呢，无烦恼可断啊。所以这边三圣不断劫，不断劫不代表就没有烦恼可断。啊，他是以烦恼不生，啊为断烦恼，得入二涅槃。二涅槃就是指呢，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那这边讲通教的共般若，通教的共般若，这个小圣所证的呢，是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啊，那别教所证的呢？啊，就是无住涅槃，啊，原教所证的，我们就称为大波涅槃。跟着我们看到第六问经文，问观自身心，云何是别教？求大圣常国菩萨断别惑。啊，云何是别教？这里别教呢，啊，我们就所依的经典是。大品般若经，讲读菩萨法次第三观啊，次第的目的呢就是相圆融，所以别教菩萨求大圣常国啊，那就是由次第入圆融啊，那次第入圆融，菩萨断别惑，别惑就是指呢。尘沙无明惑啊，要叫称为界外惑啊。界内是见思二惑啊，界外是尘沙无明啊，这个称为呢别惑啊。别不共异，不共二圣啊，那就是指界外。第七问经文，问观自身心，云何原教圣不破坏法界？住三德涅槃啊，原教所依经典，依法华经啊，依佛圣之理啊，说不破坏法界，住三德涅槃。那前面三教，前面三教呢啊，都有生死界、涅槃界啊。到了法华呢，一佛圣讲呢一真法界啊，所以讲呢
不破坏法界。啊，哎，所以这里原教相对前面的三教啊，有生死涅槃之说。哎，住三德涅槃，三德涅槃，哎，就是法身德，哎，这个般若德、解脱德啊，以呢法身德为体，哎，般若为性，解脱呢为用。啊，这里讲三德啊，更有四德，就是常乐我净啊。那这里分别展开，就变成是什么四教啊，由界内、界外到法界啊。第八问经文：问观自身心，云何为涅槃？修四种三昧，得证无生人啊。云何为涅槃？涅槃我们有讲到了，这个小圣，这里呢讲呢哈，云何为涅槃？哈，那涅槃呢？啊，我们在四教里面，藏通二教，啊，共般若同证呢，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啊。那有余涅槃呢？就是指小圣行人，证得空性以后还没有入昧，啊，就有余涅槃。啊，有时候他我会加一个什么一，有余一涅槃，啊，也可以，啊，那无余涅槃就是入昧以后呢，啊，就变成无余涅槃。啊，那这个小圣对大圣而言呢，啊。这个我们又叫做它叫做为偏真涅槃啊，代表呢小圣所证不圆满啊，称为偏真涅槃啊。那别叫菩萨，别叫菩萨无住涅槃，证空不住空啊，这个假观啊，所以我们称为无住涅槃啊，那有时候呢，又叫做怎样啊？不住涅槃啊，有的经文写不住涅槃也可以啊。那原教所成就的呢，佛圣我们称为大波涅槃啊，定慧庄严啊，一切成就大波涅槃啊。那讲，这个云何为涅槃？修四种三昧。得证无生人，修四种三昧啊，天台宗啊，智者大师啊，修行法则呢啊，就立有四种，为呢，这个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跟非行非坐三昧，实则呢，非行非坐三昧啊，就通半行。半座三昧，啊，两个是共通的了，只不过为了成怎么样啊？一般经典里面讲的四句说，啊，用四句说啊，所以呢，他再弄一个呢，哈，这个非行非坐三昧，啊，那此四三昧，透过此四种三昧呢，哈，证入涅槃，啊，也就是透过这四种修持方法呢，啊，得以呢。成就啊，那实则呢？在这一边一般都是原教啊。到了原教才讲这四三昧，那实则这四三昧前面三教可不可用呢？可用，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啊。那理不同所成就呢？啊，那就变成不一样了吧？啊，理不同成就就不同，小圣。就变成证入了偏真涅槃，啊，因为你只看到空，那就是呢，你呢看到不空，入了假观，那所证的就是呢这个无住涅槃，啊，那你能够看见呢不空亦空，啊，就入了这个什么大波涅槃，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理不同，行法呢。是一样，实则呢，四相
是可以共通的，事法事相是可以共通的，啊，哎，那理呢？当中关键事教不同，在于理说，理说不同，所以所成就的功德呢，也就不一样啊。透过四种三昧的修持，得证无生人。我们先看到这个原教啊，无生人，这个无生人呢，也就是我们讲的无生法忍啊。那无生呢，就是证得空性啊，这个无生，那四教藏通别圆啊，这个无生人皆不一样啊，也就是空性说皆不同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原教里面啊，实信之前加开五品弟子位啊，初信呢，是断见惑啊，初心即圆，中道实相，一开始就做一心三观啊，这个法界观。七信的时候呢，是证得一心三观的空观成就啊，九信是一心三观的假观成就啊，到了十信呢，就怎么样，相似一心三观啊，整个完全相似的。到了初住呢，这一边就变成呢，分证啊，分证呢啊，这个一心啊三观啊，那照道理讲，这个无声，无声应该在哪里啊？在见到位，在见到位。所以呢，这里分证一心三观，也就是什么？分证无声，分证无声，有了分证无声，就有怎么样啊？就有了无声法忍啊，就有了无声法忍啊。那我们讲说忍呢，是别属于菩萨，因为菩萨要度化众生。啊，所以需要人声闻智力，不需人，啊，所以持人是为怎样行菩萨道所用，啊，所以这边怎么样得证无生人，啊，这里是真无生人，那若是我们以小圣来讲，证得无生，应该哪个地方就证得无生？从前面位阶来讲，什么时候就证得无生了？啊，空观成就就已经证得无生了吗？对不对？啊，空观成就就证得无生。啊，但是呢，原教呢的理是属于法界理，中道观法界理。啊，所以呢，是初住才证真无生。啊，这个前面一心三观的空观成就，虽然也证无生，但是呢，他还未入法界。啊，所以这里的无生人是在初住，是在初住。啊，那就是别教呢？啊，别教就在初地的。啊，因为别教一样。是要次第入圆融嘛，对不对？那初地呢，破无明，正法身，正中道第一观啊，所以呢，他的无生啊，分证无生法，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别教在初地啊，通教界内，界内啊，在哪个位阶证得无生？啊，在八忍见地第四地，八忍见地见得证得无生，啊，得到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有时候呢，你看这边初住分证无生，对不对？啊，实则分证无生以后，马上就有怎样啊？无生法忍。那有时候这无生法忍它会标在第二住，那也可以，
要再出住呢，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哦，所以经文有的时候呢是标在初住，有的时候是标在二住，啊、哦，那换句话说，这个在以这个别教，啊、哦，他的无生法忍，他有时候就会被标在初地，有时候标在二地，那、哦，但是一般他都会标在怎么样？下一个位阶比较多，标在下一个位阶，第一个先证无生。那下一个位阶他才讲什么无生法忍，啊，那通教就变成呢，八忍见地，这个四地证无生，啊，五地他会写什么无生法忍，啊，会这个样子，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做回向，啊，大众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